所以吧，能够在这个企业做这么优秀的人，一定是有内驱力的，并且这个企业能给到我们一些平台，然后也是见证了我们整个十年的历程吧。就不能说接下来啊后半生都是跟着这个企业走，但是我们一直坚信啊，这个二三年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啊，就是祝愿我们。